下面这个是体积共，体积共下面呢，这个体积共 W 呢，这个六积分可以得到这个是等于负的缪 RT ln 的 V 二除以 V 一，因为呢 P 一 V 一等于 P 二 V 二，所以呢这个就可以写成缪 RT 除以 ln 的 P 二除以 P 一，这个是没有符号，这个有符号。然后这个等压过程中呢也是一样类似的，两种的 P 常数，这个形式比较简单，直接这负的 P 成了一个标点 V 一，根据这个 P V 等于缪 RT 呢可以换成右边这个形式。它等体过程呢这个显然是因为体积没有改变，所以没有做功的。上面这些功能就是体积功，那么我们现在讨论其他形式的一些功，比如这个拉伸弹性棒所做的一些功。弹性棒这个变化的时候，它体积可能是不改变的，因为弹性棒这个长度伸长之后呢，宽度可能会减小。它这个圆弓 dW 呢是等于 FdL， 因为 F 方向与位移 L 方向一致，是正好。遵守胡克定律的弹性棒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呢，它这个胡克定律呢是线应力不超过弹性极限时，弹性棒的正应力与正应变成正比。正应力呢是单位面积上作用力，然后呢这个正应变呢是这个相对的这个伸长量 actual， 那 F 除以 A 等于 E， 得到 L 除以 L 零，那么 E 呢是等于这个 F 除以 A 德塔 L 除以德塔 L 零，就等于呢 sigma 除以 actual 等于 sigma 除以 actual。 然后这是表面张力功，表面张力功呢这个 dW 等于这个二派 L dx， 液体表面有尽量缩小表面积的趋势。张力画一条线，这边液体的张力，表面张力系数，完成派型的，从所示，从4.4b 所示 ，b 和空间，二西格玛，有两倍，它这个面积的总的面积可以增减量，这个 dA 是总的面积增减量，包括两层都要算进去，所以这个 dA 就等于 2ldx。 壳内电池，反电动式，无穷小量的正电荷 dQ， 这我其实我很状态，就是比较想办法充电。功能的一般表达式呢，是可以做的圆功呢，可以表示为 dWi 等于 yi dxi 的形式，其中的 x 为广义坐标 ，dxi 称为广义位移，下表 i 对应于不同种类的广义位移。下面提到的这个 vl aq 都是不同的 i 的广义坐标。这广义坐标呢可以是 VLNQ， 广义坐标是广延量，广延量的性质是如果系统在相同情况下质量扩大一倍，则广延量也扩大一倍，它是大概是正比于质量的这么一个量。那 Y 呢称为广义力，提到的这个负 Q 负 P F Sigma Actual 这是不同下标 I 的广义力，广义力就是强度量，就是与质量无关，质量扩大一倍的这个这是不变的，那强度量。注意到这个 dW 呢等于负 P dV 的圆弓，它有个负号，广义力是负的 ，y 等于负 P， 你这个四点式也是它有个负号。那么热量与热质学说，不是系统状态的函数，热量和功是系统状态变化中伴随发生的两种不同的能量传递形式，是不同形式能量传递的量度，它们都与状态变化的中间过程有关，因而不是系统状态的函数。这是不同的方式去从两个状态之间改变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就像那个 PP 图上，如果从不同的路径做的功是不一样的，像这个是底横 Q 而不是底 Q， 这些功与能量类似之重，它们来自不同的相互作用。
公有力学相互作用引起，就要产生广义位移，使它有公的出现。热量呢是热学的相互作用，就要存在温度差时才有它的传递。还有这个化学相互作用，热力学说。燃素，热力说占了主导地位。华氏温标，比热和前热，相变前热，热的分量，温度，热的强度，奠定了凉热学的基础。还有加热，称为热的分量。蒸汽机，傅里叶热的分析理论，傅里叶定律，卡诺定理，福德，取之不尽的，是的，英国伯爵朗福德。用钝钻头加工炮筒时，摩擦上的热是取之不尽的。否定了热是守恒的错误观点。热是运动。4年，戴维做了 David 做了两块冰，那它融化时怎么样？热融热本大于冰，物质的热本变大了。矛盾在于。测定出热工当量的具体数值。福达电堆，拉瓦锡、里比锡，化学的这些，赫定律这些化学反应，适应化学反应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守恒原理。电磁感应现象、温差电现象、电荷热效应、焦氧冷缩定律。这个是热工当量，对，热工当量。0.24相当于，因为它这个标准是跟它不一样的，就是一种热工当量的这个具体的表达形式。就如果我们为了检验的话，0.24和它这两个相乘应该等于一，对吧？0.24和下面这个热工当量是4.186相乘，基本就是等于一的。这是它热工当量的导数一下。精益求精。焦耳热工当量，这个精益求精哈。卡尔和卡尔 TH，国际蒸汽表卡和热化学卡，卡尔文，热工当量实验的历史意义将永存。那什么原理？麦纳。荷兰去爪哇的船上当医生，热工当量。焦耳，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内容。
能量的数量不变，含能量的数量不变，能量是守恒的，目标是依赖永动机。然后传递一种能量的数量不变，坚定用力表示第一类永动机是不能制造出来的。内能定律，内能是态函数。马克思讲过，一门科学只有达到了能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的发展。一个严密的体系。不是状态，还是能量的，是能量的。那就跟哪个太阳说？内能是系统内部所有微观粒子的微观无序运动能以及总的相互作用势能两者之和。内能状态是与恒星追平的这种内能系统状态系统状态之间有意义对应的关系。运能定理，绝热过程。这是相等的，那个常量，这个常量就被定义为内能的改变量。内能是态函数。内能是态函数，我们这里从绝对系统和外界之间功的交往来定义是内能。如果这种动能势能，能量内部能量要两项，运的常数幽灵，结构层次。不包括作为整运动器运动的物体的机械能，非原子系统中推广到1.2.4的这么一个理论。推广可以，德塔 U 等于 Q 加 W，就是内能的变化量嘛。德塔 U 等于外界就从外界吸收的热量 Q 加上 W，Q 是从外界流向系统取正，W 呢是外界对系统做功去取正，所以这为什么这个用 W，那不是 WAP。无穷小过程呢，可以写成这种微分的形式。它 U 是态函数，可以满足多元函数的全微分条件。这两个是不满足全微分条件的。那 dU 呢，等于这个 dQ 减去 pdV。那克劳修斯写出的第一定律，这个数据表达式，热容与含。你的温度为 T 的状态，A 出发变为 T 加 dT，无穷多条变化曲线，温度升高，dT 是相同的，但吸收热量却各不相同。是定容热容，对，定压热容，比定容热容、比定压热容，以及摩尔定容热容。定压摩尔热容，
在等体过程中吸收热量等于内能增量。这比定的热容积，摩尔定的热容，这比定热容 CmV 就是单位质量，那个是单位体，这个单位摩尔，单位质量就是这是属于一个 m。这大 U 呢是单位质量的这个能量变化量，偏 U 偏 T。CVM 的它是 UM，M 表示一摩尔的这个然后有相应的关系，就是 CVM 呢是等于 M 的 CV， 对 mu 的这个 CV，CV 是哦对对对。它相当于是小 CV 等于大 CV 除以 m， 大 CVM 等于大 CV 除以 mu， 啊这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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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把这物体质量单位质量的内能称为比内能、摩尔内能、偏微伤，物体的定容、热容等于物体在体积不变条件下内容对温度的偏微伤，内能对温度的偏微，在定容的时候就等于内能对温度的偏微伤。一般内能是温度和体积的函数，故 CV 也是，温度体积的函数。4.17是表明，任何物体在等体过程中吸收的热量，就是等于它内能的增量。这是仅针对体积功的情况而言的。那它这个情况有没有体积功，就是这样。如果有其他形式的功，那就不好说。内能改变等于在绝热过程中它的功。定压热容与寒，定压热容呢，就是跟那个是这个写成这样的关系。定压的话，负 W 等于 PV，PV 然后这样，H 呢是等于 U 加 PV， 寒 ，UPV 都是状态函数，它们的组合 H 也是态函数，与内能就类似。通常把小 H、大 HM 分别称为比寒和摩尔寒。比定压热容与摩尔定压热容的定义分别为比定压热容和摩尔定压热容，哪有个关系？就是这个总的这个热容 P 是单位质量的热容，单位没摩尔的热容，单位物质量的热容，在等压过程中吸收的热量等于含的增量，在等压过程中吸收的热量等于含的增量，在定等体过程中。吸收的热量等于内能的增量，这是含的增量。一个较小的流体在，等压过程，热量吸收的热量就是它的含的增量，含的增量，热量应该是含的增量。TP 的函数，那么 U 和 TP 应该是 TP 的函数。先把 H 和 CP 看作是 TP 的函数，那就是定压的话 TP，TP， 因为它有是定的嘛。你看这个一般，它这个 B 是定值，一般就把定值看到它定值的函数。这个 B 是定值，把这个 B 看到定值函数，有定值了就可以这么去做。既然都是定值，既然都是定值，然后另一个温度 T 是必不可少的。定温的那个还不太好，不太好，就表达是比较复杂的。定压的类型，大气压强，那温度那边哈，寒与定压热容要比内能与定容热容更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寒值都是参考它的寒值之差。就是寒的值，120度是水饱和水蒸气的单位质量的寒值。哦，有了含值之后，它这个含值的差效就是它吸收的热量，没错，因为温度是一样的，温度是一样的，就是相当于吸收的热量。含值是一个能量的值啊，不是一个变化量，还是一个状态量，而不是一个变化量。